大家过得好吗？哎呦，哎，那我也讲一个那个好了，好笑的。哦，大家知道鸭子如果喉咙痛会变什么吗？你先不要讲，先看他们留言。等一下，鸭子如果喉咙痛会变什么？鸭子喉咙痛会变什么？变更哎，更晚不是更晚哦，会变南瓜，因为它就很南瓜，呱呱好，走开！这好笑好哪里好笑啊？南瓜，南边的南，然后西瓜的瓜，无聊死哈哈哈，了，超无聊，超无聊，笑不出来，不好意思。你知道哪个歌手最爱挡路吧？哪个歌手最爱挡路？不知道，可以公布吗？我蛮想知道的，公布了。就是刚那个哪位歌手在打？他们是不是延迟？刚考完，得知成绩不太好，没关系，成绩不代表一切，你的人生才代表你一切，加油。嗨，姑姑，我姑姑在看直播。Hello，姑姑。李选手，我想知道这个答案。这答案是什么？CONG0615，嗨，Sony Music 在看直播，Hello Sony。现在留言才跑出来，哦，对，南瓜。为什么他们都会讲一些那个什么什么笑话的一些题目？他没有准备，哦，问题仍有嘴巴的不自信，痛痛痛！我没有笑话嘞，你上次不是有准备吗？那个不之前一那样，个，那个不你一没有样，想到，你没有记下。我没有记起来。
对啊，留言好像很慢，留言很慢。我为何不读段考在这里看直播？那你去看书好。周董，周，哦，有时候看到文婷就开心，谢那我要离开了，谢。实习加油，考试加油，生日快乐！他 什么？就是他们常叫我们念的。真正的故去韩国吃很多东西啊，我们刚刚在一起听友跟大家分享。分享。对。欧总在 IG 在看。哦，是谁在说我看？我好累，想睡觉，那就去睡吧。赶快早点休息。Hello，骆驼，好久不见。嗯哼。那边。没关系。只想看还在上的 MV 吧，看啦，看了，我们一起看的，我们一起听的时候一起看的。留言跑比较慢，皮卡丘跑步会变成什么样？走动，哎呀，那数懂了。学考30分怎么办？成绩不代表一切，你的人生才代表一切。Leg，Leg。那个流也太累，就是太慢了，太慢了我都吧？讲到都后已经面到了。后面了。哦，玉婷。啊玉婷拒绝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？明天要断考，咱明天要断考，加油！会直播到几点？10秒后就会关的。哦，那个是鹅哦，你干嘛？哦，这是鹅，这是鹅，原来这是鹅，好笑死。不要，呵呵为什么玉婷不要？呵，我怎么知来。道？他可能在忙。哈哈哈！我会停，一直拒绝。昨天家里有多少只鸭子？玩偶只有一只。
气话姐姐，不要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他可以拒绝。好，不用怕。那如果他上来，我会笑的。不要吵啊，姐姐。只想以后全全场场，讲笑话给你听。好啊，如果当场没有笑出来，怎么办？好像有点太早了，啊，不是太晚直播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帅哥走在路上，有个阿嬷就说："帅大哥，哥，你你超超会会搭搭欸！哎。"然后帅哥就冒烟，冒烟了。只想可以祝我明天吃鲔鱼蛋饼，不要肠胃不适吗？你干嘛吃鲔鱼那就蛋不饼？吃别的没？你干嘛吃？真 是。作文想不出来，只好想你们，那就写欧总吧。这就是你上网查成语。哎、欸，这留言有点过分哦。这我想很爱吃笑话吧？不要你觉得是笑不话？要啦！很矮不是笑话。我常说一句话，就是一个人的魅力不在于身高。懂吗？我姐姐明天去日本比赛，可以帮我加油吗？你姐姐加油！加油！想到韩国女团有一个开头问候，就是先祝大家生日快乐。我知哦，道这祝大家，祝大家老师加油！个，先讲一再遍。讲一遍。哈哈，啊，晚安，晚安。哎，我们是真的，他们出道以后就没有开直直播，播跟大家聊天，对不对？我这样。完蛋。啊，我知道为什么会跑不动了。你知道挡住、挡掉的事情会卡住。对，挡住。我刚刚挡住了，现在看到留现在言留言了。看到留，那你用手机看。你手机没电了、哦，手机快没电，没事，我来。因为我手机刚宕住了，现在没有办法。好。没错，我的名言就是一个人身魅力不在身高，成绩不代表一切，你的人生才代表一切。很久没开直播，结果一开直播留言就那个。OK。对啊，我们真的很久没开直嗨，播了。陈友，嗨，祖安。有一天，小明去图书馆。小明说："我要一碗牛肉面。"柜台说："先生，这里是图书馆。"他说："哦，好，真的好笑，那个环境。哦，哦，懂了。
我不要。大家不要再按爱心哦，会那个卡住。对。我不知道，其实我不知道会不会卡住啊，就大家就说不要按，那就不要按。按错。有人问说，觉得下礼拜要做指甲，要做圣诞绿还是圣诞红？我觉得，你觉得？我觉得就各一半啊，你说就左手右红，手？就没有红绿红绿哦，红，这样就好像不解决了吗？你在弄野生的那个笑话？那个叫什么？刚刚那个，图对，书是馆图那书馆，个玩一碗牛啊。肉面。动物园最凶的是什么动物？猩猩，因为因为他它超超凶凶，的，超凶。太好笑了吧？真的太好笑了，笑不出来哎！不要吵架，大家不要在留言区吵架。吃过 泡泡面面配配布布丁丁。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吃过。泡面配起司好吃。每次讲完，跑出一堆爱心。面包超人扭到脚会变什么？牛角吗？牛角面包？哎，哦，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是吗？不知道。文婷快10万了，我也好想10万真的吗？哦。我今天看9.7耶。恭喜你，才刚9.7，哦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开始同数了吗？不知道，什么同嘿、数？hey. 好想听欧总可以每个人出 solo 曲。文婷，你有送子强生日吗？没有。有啊，那有？你是现在在想？那 有送有我啊，我啦？有。哎呦！博弟，Hello。我对不起啊。你爱你。哦，子祥觉得我们要去租相机拍你们，不用用手机拍就可以了，对吧？租相就不用机，再租，就用哪里手有机。这个问题？你太快了，下上面的，去面试要修眉吗？还是不要？看你自己喽。要修吧，要干干净净。哦，那就修吧。收银的。叫他们不要刷屏啊！刷屏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按爱心吗？好，大家不要按喽，不要吵架。牛角面包。你们知道什么警察不能烫卷发吗？哎、欸，这我真的不知道、欸。知道。文婷狂装可爱呀、啊，
对啊，他狂装可爱，志强快6万了哦，真的耶。我那敷衍，一直我知道这个，一只公鸡加一只母鸡差3个字，是吧？两只鸡，子祥小时候是不是很爱吸奶嘴？为什么？因为蛋疼。好想听 OL 韩文哦，可以期待一下哦。期待而已啊，又没有。好饿哦。只想可以祝我明天早八起来吧，不行，祝福你，因为你现在就赶紧去睡觉，刚 刚去睡觉都起得来了。哦，我看他们玩海盗船，我真的觉得好想玩。我已经好久没去游乐园，真的超想去游乐园。今天跳舞课学 OAO 哎、欸，哇，很棒。很棒哎、欸，可以给我们看吗？哎、欸，怎么他们留言都还在好刚几刚分的，钟前？因为你刚刚挡住哦，了。子祥这个角度跟吴飞好像，吴飞赞。子祥可以祝我早八起来吧，很冷、欸，你就现在赶快去睡觉就好了。我已经11点半了，还不睡觉，这不健康。我等下要睡觉了。想看圣诞节团综哦，那直播要刮胡子还是不刮胡子？我有刮胡子，我现在是刮胡子状态。大家不要说我没刮胡子。明天午餐要吃排骨饭还是炒方便面？就看你自己。吃排骨饭。嗯，比较营养。有人说考试怎么猜题？我整个段考猜题只有17分，那就好好读书。哎 欸，我这也会猜B 跟 C。欸。没有，就看那个比例，就前面 C 太多，那这个就猜别的。有点延迟。我觉得差不多了。吃饭，好啊。今天就短短的，非常短，因为我们从出道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开直过播。开直播，然后今天来开一下。所以大家赶紧去睡觉，我们要考试什么的，就赶紧去睡觉就好了。哼哼哼哼，大家拜拜。拜拜，晚安。